哎，兄弟，觉得走运吗？哟，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免罪。刘兵。这就不学艺吗，兄弟？学艺呀，兄弟啊！还打不过吗？他后面杀完了呀，我已经。都杀完了，装备的一边三个人头，还得前面太强了。150万。在这边回家出装备啊，我建议是别打。朱文祥不知道换什么发型呀，很难受啊，兄弟。朱文祥确实要剪头发的呀，头发确实太长了。妈的，老婆今天洗头，明天就有。老婆今天就洗头，明天就有，确实很尴尬。我要掩护 AD 回家，我要蹲下路，又蹲下路。老子知道你来了，嘿，老子不知道你来了，兄弟，好吧，走。哈哈，哥们在下面蹲半天了，他们锤子往前面动了一瞬间，他们打野就来了。我应该学两级 W， 这样好稳稳。他练级怎么玩的？看不上了。我有场吧，我感觉他有闪，我又往那边走了一下，哈哈，他那个他搞不到了。哎呦，好傻逼呀，锤子能出现在这里啊！游戏出现问题了。
没装，兄弟。啊，这里。啊，我这里。故意给你搞的。乱配。我给你。我现在这个椅子换不了。好的，上国服第一用了这把椅子。我这就得人体工学椅啊，后面有个电竞椅怎么用啊？你还有个电竞椅，啊，给朋友的，给朋友借他用的，借他用就没下文了。借他用就现在给他的，妈的！妈的操，对不对？他倒不着急的，想到好主意了吗？对啊，把他 A 死。对的呀，装你妈。杀他吧，先锋应该没有，那下路应该打先锋去，没杀的。他们下路你打去了，没了。不用吧。压着他们其他人，知道吧？外面不点。我，他还真高啊！你说不加血能打这么多？我是把先锋打了吧，把我先锋打了。那椅子7000起步吗？牛逼！那我根本只能说句牛逼，7000起步，兄弟。老子买了台电脑都叫有点后悔的，说句实话，老子感觉后悔的，有一说一。买的时候很激动，但买完之后用的时候感觉，哎，其实感觉有那种没必要的那种感觉，有点后悔，说句实话。差点不知道你们说我想。然后找人花钱给我装电脑，我感觉我也挺傻逼的。老子自己有手有脚，我感觉我可以自己装，感觉别人给我装的我也不是很满意，你们懂吧？有点后悔那种感觉。来人不？小小龙，谁看？
带个人体工具，这还不错。人可以操作了，啊，啊，你还都我怕，啊，再来。一波吧，咱们第三级一波，咱们第三镜头，我四镜头。觉得走运吗？啊，我们用，他说我们用，后面有两个大汉。可以操作呀，操作点勾吧，妈的电机有闪，真操作不了，那个饮血吧，对吧，要加手机吧，快点玩去就好了。强干的，我再买个表在这里，玩的很好，但没用，兄弟。你不自己装也可以啊，找了个搞电脑的师傅上门装啊，几百块钱啊。这样子自己装，自己装省几百块钱，你把搞坏了 就叫师傅装，那师傅搞坏了那也没办法，我就说老子叫人给老子上面搞电脑，他把老子线搞坏了，也挺真实的，那没办法，我说技术有限了。